吓死我了！你不要动手！这很像 ，Oh my god！ 是有模仿周慧吗？嗯，那你呢？没像像萧亚轩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你先啦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掌声欢迎萧亚轩，好，先啦。想什么，什么都觉得。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。你在说什么？只听一次也会记得。天亮时就火热，我在干什么？什么都觉得。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，主打可是你，打得我好神不守舍。萧亚轩失散多年的姐妹吗？怎么可以这么像？太不可思议喽！再见啦！都换你了，掌声欢迎。Stella 的眼影彩妆组，到底是绿队还是红队呢？好难、哦！评审老师压力，现在给你们了，最后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，请举牌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有这么难选择吗？谁要加分？米恩唱歌。米恩要清唱一下，加分。下去，唱歌，慢慢唱。好，也可以。哎呦！你们这边也两难呐、啊，来。哇，加分了，来笑一下。米恩唱歌。你小段。在心中被转圈回，我在相见里面，让我知道你心中有感觉，我们的爱没白费，直到生命最后一夜，记你我相爱过。小峰、小波老师，我们刚才模仿，
也有加分了，对，他也有加分了，对。好，那我们先看跳什么？跳舞就破功了，就是。唱歌剧吗？好，那就唱那个，叫什么名字忘了。好，我就唱好了。好，来一下，来一下。I have never felt like this. For once I lost the words. Your smile had really lose me.It's not like me at all. I never lost, I know the kind of love you showed me. Now, no matter what I am, no matter what I do, I see your face appearing. Like all is bad is on, and all is bad is on.三秒，三、二、一，请选择。绿队，恭喜绿队获得 Stella 颜云祖。讲一下为什么？哦，我是觉得这个，当然大家在准备的过程当中都是相当的用心，但是我觉得像模仿的东西啊，像我本人也是。这个不太优秀啊，我也是在学习当中啊，但是我觉得说最重要的其实是那个模仿那个人的精髓的灵魂，那是最重要最重要的，其他的可能你说扮相啊，还是一些他的比如说他练他的歌也好啊，或者他讲话的方式也好，那可能都其实他的站的趴数其实不是很大，我觉得那个灵魂那个部分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你要细心，真的很细心的去观察这个人，了解了以后呢，再出来做表演会更棒。对。不过今天的模仿大家表现都不错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如果要表演的好的话，还要继续再更专精的去揣摩这个人的角色或背景，这样会模仿的更好、更惟妙惟肖。今天再次谢谢三位评审老师啦，谢谢同学们，我们下课啦。叮叮